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观看一下这个 Tableau 软体如何去下载。好，首先我还是一样回到 Google 的首页，跟各位分享 Tableau 软体的下载方法。首先，例如说，我们到了 Google 搜寻引擎，直接在这个地方。直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直接输入什么呢？Tableau，Tableau，空一格，因为我要去下载嘛，所以我这边我就输入 download。好，当我点选 Tableau download，然后去做资料查询的时候，这边可以看到 download Tableau desktop，没错，我们要下载的是 desktop。其实 Tableau 它分好多种版本哦，它有 Desktop，它有Publisher，它有 Tableau Reader。那不同的版本，甚至还有 Tableau Mobile，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去观看到我们的一个视觉化报表。我现在我要点选 Download Tableau Desktop，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这边。他就说，请输入一个 business email，就是商业型的电子邮件，然后进行这个 Tableau Desktop 的下载。好，它有14天的免费的 trial 试用期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我就要输入那个自己的 email 喽。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点这个 download free trial，然后稍微等一下，然后它这边它就会自动下载，包含下载完毕之后软体的安装，这我都会一步一步带着你们来去做，然后也让你们可以及时的观看到。这个真实的下载的时间，还有安装的过程，所以我们再稍微等一下，刚刚是2分钟，现在已经剩不到1分钟了，加油，快一点！不过这个速度是取决于网络，所以我们如果在网络比较顺畅的情况之下，像我现在我所使用的是我的手机4G 分享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。再花一点点时间来去做下载，顺便喝一下水吧。还有30秒。不过已经下载了，总共367 MB，现在已经下载了300 MB，310 MB。快下载完了，还有15秒。